哎，这边这排可以做工人宿舍。好的，我安排人清理一下。真好，咱这帮战友又能聚到一块了，不光是战友，还有工友呢。哎，对了，强生，你回去统计一下，那些愿意留下来的工人里边，有哪些是愿意做业务的，有哪些是愿意下车间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那些老工人的安置问题。老孙，愿意留下来的工人名单都整理清楚了吗？那个，你回去统计一下，然后按照咱们的承诺，把工资的补发方案，还有离场工人的遣散费，都一一分发下去。对了，第一个先发老孙的，把咱们拖欠他的工资，还有他之前给厂里边垫付的材料费。 第一个给他结算清楚，哎，不用了，先顾着其他工人就好了。你能够说到做到，比什么都强。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老孙，我觉得你是犯糊涂了。我是说到做到了，您呢，也是可以走了。可是您有想过吗？我办这个厂，您这个最懂厂里边业务。 和了解厂里边情况的副厂长走了，这个厂我还能办得下去吗？是，我买这个厂不光只是为了这些设备，最重要的是为了你们这批人，当然还有舒总工。这样吧，您先留下来。如果我要是能把舒总工给请回来，您再决定您走不走。舒总工。 能回来，我尽力试试。要是舒总工能回来的话，华药厂才能办好。行了，先帮我照看这个厂吧。谢谢您。 对不起啊，王丽，我还是得去找一下舒教授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那干嘛转身要走啊？去我办公室等我一会儿吧。 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吴阿姨，嘿呦，又长个了，真可爱！哎，你等我一下啊！哦，你忙你忙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看看我们山居吧，哎，好好好，都是特色菜，就在那边，不远。
我把厂给买了，我现在只能前进，没有退路。你把厂买了？嗯。拿什么买啊？钱啊。你这么有钱啊？凑啊，我已经凑了我所能凑到的所有钱。你为了舒教授把厂买了，万一他就是不来呢？你不全折进去了？你傻不傻呀你？你别急啊，你听我慢慢把话说完呀。说实话，我拿下这个厂，确实是有舒教授的因素在里边，但也不全是。至少现在看来，我把华药厂拿下来之后，我能够有办法盘活的。虽然可能挣不了什么大钱，但至少跟我原件的那些个干了很多年通讯工程的工人们，至少他们能够找到对口的工作，不用从头再来了，是吧？那你准备怎么盘活呢？这个我说了你也不懂。咱们就先说说舒教授的事儿，行吧？可以啊，你慢慢说，不着急。我呢，努力听懂。你看啊，我把这个华药厂拿下来之后，如果舒教授加进来，那么我就能够把我心里边想的东西都做出来。其实舒教授研发的领域跟我心心念念的东西是一样的，我们俩的理想压根儿就是一样的。但是他太排斥我了，我每回过来都吃个瘪，我没法跟他交流。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，一定要让舒教授明白，我跟他压根儿就是一种人，我不是他想的那种商人。所以怎么能够让舒教授明白，我心是好心，干的事儿也是好事儿，哪怕舒教授坐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听完了，他不信，他也不想干了，那我就死心了。我过来找你，就是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，你天天跟他打交道，知道他的慢慢在哪儿。实在不行，就以毒攻毒呗。以毒攻毒？谁又惹着您了？跟这儿运气呢？哎，跟你没关系。您运气就跟我有关系。还好，我把那个人给撵走了。我说您不愿意见他，要不然您还得着急上火。哪人呢？就是老来那个人呢，每次都被您骂走那个。嗨，没用啊！像他这种奸商，见钱眼开，为了利益，脸皮比城墙还厚呢。哎，不信你看着啊，他呀，还会哎挖空心思，厚着脸皮。死缠烂打的，哼！哎，真是烦人。别说您了，我拦都拦烦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舒教授，嗯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让他别再来了。你能有什么好主意啊？你看，他每次来你都不跟他谈，他老是不死心，你还不如跟他谈谈呢。反正他那种人不是每次都说，您提条件，多高的条件我都答应。那你就提呗，你把条件提得越高越好，吓死他，吓得他再也不敢来。不行不行，以毒攻毒也不能这么个功法，你可别出这个馊主意啊！他要是给我提钱，好家伙，我哪来那么多钱啊？你可得勾着他点，让他千万别往钱上去想。你能不着急吗？能坐下吗？不过呢，这种人您还不能光跟他提钱。提钱估计吓不到他，就算吓到他了，他们脸皮这么厚，再跑来跟您讨价还价的，不还得来烦您吗？对吧？你说的对。我觉得您就应该提一个不好办的，也不好打折扣的。让他们绝对办不到，他们不就知难而退了吗？对吧？
那我不是死得透透的了。有一个词儿叫“置于死地而后生”，听说过吧？也行，只要淑萍答应跟我见面，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跟我谈条件，这事儿就有转机。在谈判上，我可以把淑萍引到我能做成的方向上去。只要她能够相信我做华药是真心想做点事儿，哪怕她提的条件我做不到，她不愿意过来帮我，那我也死心了。OK， 让你们俩见面聊两句不难，但是怎么才能让他信任你，就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是。行，他下次要是再来，你就叫他进来，我有绝招。这些商人啊，绝对办不到。您这么快就想好绝招了？嗯。那我现在就叫他进来呗。不对，你不是说把他轰走了吗？啊，我是轰走了，我是把他从您这病房门口给轰走了，但是他在外头等着呢。这种厚脸皮的人，我估计他是想着趁我们不留神就溜进来烦你。那你去看看，他要还在的话，你叫他进来。那我真去叫了。是啊，叫不叫？行，咱一次性解决问题。嗯，但是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我得在这儿看着您，您不能真生气上火，对身体不好。第二个呢，您得向谈判，您不能一上来就让人觉得你是故意为难他，他不会死心的。嗯，你放心，我听你的。你真听我的？心平气和的跟人谈判啊。那我叫去了。行。真叫了。这去看。这儿拐过来呀，就在那前面，就是捕鱼山居了。看看我们这儿的空气环境是不是都特别好啊。哎，穆连长没跟你们娘俩一起过来啊？他不来最好，来了还得单独给他个房间。我这哪有那么多房间啊？你没看见我这生意多兴隆啊？跟你说啊，我这山居那可是有仙气的，好几对都在这儿怀上的。你们俩要不要再来一个？是不是吵架了？说什么呢？今天这是接了第几波人了？你甭管第几波人，永远都有你俩住的地儿。快进吧。到了到了，大家快请进啊。走。程良，快来招呼客人。来喽。快点儿。哎呀，先跟他去登记啊。快点。玉琴，哎，你也来了。这边请。小蜜也来了啊。请。招呼客人。哎，好。这边请。大家跟我来这边登记啊，那边也能参观啊。来。五月，这就是你来了的客人。您没看见，这不拉了七八个了吗？这什么人啊，怎么这么跟你说话呀？你别理他，这人说话没个正形。冯总，您都给人吓着了。他可吓不着我，在国外这些阔佬我见得多了。都是残疾啊。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天儿这么凉，您腿上不盖个毯子啊？哎，把晚上菜单拿给我。好嘞，那你先进去坐会儿，我给他拿菜单去啊。哎呀，人家让你挣点打酱油买醋的钱你也挣，我让你当经理你不当，那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哎。小朋友，这孩子不错啊，看着挺好玩，白白嫩嫩的，不爱说话呀。他有点怕生。怕生不行啊，大老爷们儿怕什么生啊？这世界啊，最不该怕的人就是白白我。白白不咬人，一想打白白，白白跑不了；白白想打你，要打不着，是不是？小姨，叫冯伯伯。
冯伯伯。哎。喜欢吗？送给你。嗯。小易，这可不行的，谢谢啊。这是个什么破玩意儿？我想拿它讨好一下孩子都不行，这你倒拦着。哎，喜欢，拿着。送给你。哎，喜欢就拿着，戴上。哎，这乖了。谢谢冯伯伯。哎，真有礼貌。哎，小手物，看着挺有劲儿是吧？有没有劲儿？有劲儿。啊，让冯伯伯看看你有多大劲儿。往这儿打，啊，来。哎呀，走你。拿这个打。拿着呀，小易。哎，那是能玩的吗？小翠儿，小翠儿。哎呀，冯总啊，叫谁小翠儿呢？您这换人换的也忒勤了吧？连我名字都记错了。哎，那你自己说说，你叫什么？哎呀，我叫露露。露露。你怎么你也不像长得叫露露的呀？啊，露露，是人家那个。太阳要出来了，可是我们要去睡了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看你长这样就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日出晨白露，露露。嘿，拿着这个。啊，拿吧。给咱孩子看看，真的哈、啊！再快点！好嘞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让你打你就打。这可是冯总的指令，谁敢违背啊？冯总还打吗？没事没事，打吧。没事。让你看看拜拜有多不怕疼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打了，冯总。嘿，不怕疼。你说这怎么着？把棍儿给孩子，让孩子打。来，冯总。气功，小易，没有人愿意坐轮椅的，那一定有很多的逼不得已。以前妈妈怎么教你的？健康的人我们都不会去欺负，更何况是一个残疾人呢？以后不允许这样，知道吗？你呀、啊，也不用死缠烂打的了。今天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是不是提什么条件，你都能答应？是。那咱就开诚布公的谈。说实话，我知道，提条件，你也不会提钱，因为您图的不是这个，是吧？那可不一定。嗯。嗯。您肯定不会图钱的嘛。我也知道，不管我说什么，您都不会一下子就相信我，是吧？所以今天，我把我做的一件事带来了，也算是我兑现承诺的第一步。
花药，原来是你买下的呀！哼，好啊，看来你处心积虑的，早就谋算好了吧？是，我是处心积虑，我承认，我就是一门心思想让您重回华药，做您擅长的事儿，因为那是您的梦想，也是我的梦想。做梦吧你！你以为你能美梦成真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的华药已经不是原来的华药了，你能做什么呀？现在的华药什么也做不了了。哼，你要是还醒不过来的话，那就接着做你的白日梦呗。我就不相信你没做过梦。你如果没有梦想的话，您不会成为今天大家敬仰的舒教授。你就只是因为老厂长的去世和几个唯利是图的商人，你就失去了追求梦想的勇气？你还不如花厂那些眼巴巴等着复工的工人呢，至少他们还在坚持。我打心眼里边看不起你。你咳什么咳？我就这么想的。打败你的根本不是别人，就是你自己。你说你不相信我，我还不相信你了呢。想了个老顽固，哎，算我瞎了眼。哎，你站住！让你站住！他，你倒教训起我来了。别生气，提条件。好。把这个给他，三天之内照着这图纸把产品给我做出来，否则的话你永远在我的视线里消失。是不是给你帮倒忙了？他倒没在钱上为难你，这个会不会更难？有了就比没有强，有了这个，至少还有希望。那就好。谢谢你啊。别客气。刘波，你马上召集所有干部到我办公室。对，所有干部，马上，我很快到。嗯。哎，怎么就你们呀？各部门主管呢？还主管呢？管谁呀？这留下来的该谈合同谈合同，走了的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呢，这时候我上哪儿去递到主管去啊？能通知的我都通知了，来不来我管不了。连长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老三，程控交换机的模块图，咱们得提前复工了。复工？不是，舒教授不还没来吗？可是难题来了，这是我从舒教授那里领回来的军令状，三天之内必须见真章。我看着也没那么难呢，这不就是普通的模块图吗？我在基建局的时候看他们采购过。哼，这采购是采购，生产是生产，不是几个意思啊？这玩意儿就那么难做吗？说难也不难，但眼巴前儿做不了。这是交换机的大脑，想做出来啊不难，只要厂里各个部门通力配合，用不了多少功夫就能出来。但是现在啊，以厂里的状况，这人手和人心都散着呢。没错，所以这个难题不是出给工人的，是出给我的。
一会儿就来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叫上新来的娘俩一起吃饭啊。哎，好。小翠儿，帮着摆桌。哎呀，冯总，你又叫错我名字了，我叫露露。啊，行行行，露露露露露露，把酒给叔叔热热啊。冯叔叔最讨厌喝那温咕隆咚的酒。知道啦。冯总。嗯。看我穿这身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别跟我说话了哈，我这算错一个数，要少100万啊！哎呀，你看看嘛！好了，快去，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收拾呢？嗯。怎么样？这房间还行吧？怎么不行啊？我现在哪有个地儿住就行。哎，前院那个冯总，什么人啊？那是他呀，他是个后脑勺都长眼睛的人，你甭理他。我是没想理他呢，他找我麻烦呢。你说他一个残疾，找一那么年轻的，怎么那么花呀？他也不是真的花，多半就是虚荣心。他自己越是花不了，越要显得自己三宫六院妻妾成群。那来山居这样的客人见得多了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我说啊，他从胸部以下都跟打了麻药似的。你想想，他怎么花？那他这何苦呢？还找一那样的女的，回头再把他钱包给偷了，那是迟早的事儿，都不知道他自己丢了多少钱了呢。不过听说他有亿万资产，估计人家也不差那点儿。那干嘛不找个像样的呀？他就喜欢那种小妖精，你就说那些妖精，除了一大把青春，真是要什么没什么。一大把青春就够了，像我这样人老珠黄的，逮谁都看不上呢。你可别说人老珠黄啊，刚才冯总还跟我说了，说晚饭叫上你跟小易，跟他一块儿吃呢。我干嘛要跟他吃？我不去，我看见他那样和他身边的小妖精，我就恶心，回头吃点东西我再吐了。那小易呢？他能去吗？人家特地说了，还挺喜欢他的。那就叫小易跟着你，别离你身边啊。那成，我先带他去了啊。下班了，啊，下班了，哎，他们在看什么呀？这个你就不用看了，你就准备请客吃饭吧。我？嗯，请客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院里开始统计分房了，听说有可能是最后一批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正好赶上。可是我刚回来，轮得上我吗？你怎么就知道轮不上？就怕你不稀罕。我这么阔，一套房子我不稀罕，我稀罕死了好吗？这就对了，你呀，可以走那个归国人才的指标，以你的条件，我看没问题。真的吗？我骗你干什么呀？政策在那摆着呢。过两天院里可能会组织一个研讨会，到时候我参加，我再帮你实践。太感谢了。什么时候有时间，王主任？啊，请客啊！你想吃什么？哎呦，那我这可得好好想想了。茉莉请客，我可不能便宜了你。等着啊！
咱们院里开始统计分房了，听说有可能是最后一批，你会来的真是时候，正好赶上。你呀，可以走那个归国人才的指标，以你的条件，我看没问题。很快就要拜拜喽。想你，你就打电话了，怎么了？问你一下，你礼拜天有安排吗？礼拜天，我看一下啊，几号呢？目前看来没什么事儿，怎么了？你能陪我去相亲吗？陪你去干什么？你不进去站这儿干嘛？吵架呢，饭都没吃。你什么都不懂。老孙，你别总这不行那不行的，三天之内就要东西，不行你训训我们，我们上前操作生产，把东西给他弄出来不就行了吗？我不爱跟你说话，胡闹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说着说着又毛了。我看啊，咱就别瞎琢磨了。厂长，这事儿比咱在巴基斯坦时候还难。那时候好歹咱兵强马壮的，现在可倒好，就咱这几个人，打个群架还行，上生产线弄东西啊，咱有劲没地儿使啊。不行，咱照着图纸给他买个现成的去不就行了？行行行，扯淡，这真是胡闹。老孙，甭听他瞎说。程彤，哎，你也给我动点正经脑筋。哎，咱是不是该吃饭了？对，来，吃饭。是。咱该吃饭了啊，来。刘宝，设备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修倒是能修，关键是钱。厂商那边也查了，材料不够也得买。厂长，我看不行就算了，咱还是想想复工盘火厂的事儿吧。这书品搞研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眼下最关键的，是琢磨琢磨怎么挣钱吧。咱那帮战友们、工友们已经准备进厂了，懂技术的培训好了，上生产线干操作员，机灵点的，跟着干销售。还有厂里那些老工人，咱既然答应人家留下来了，就得安排人家上班干活挣工资，这摊子铺起来了。马上就得人吃马嚼的，要花钱了。哎，我说，你掉钱眼里了。咱这厂子才下来几天呢，现在技术工这么缺，生产线怎么动得了？是。所以舒教授这道难题是个双刃剑，是困难，同时也是机会。咱们要是能够借着这个机会，把走了的那些技术工、操作工都给找回来，华耀就能动弹起来。这事儿是这么个事儿，可人家能回来吗？恐怕有些困难。有些工人已经在别的工厂上班了，有的甚至改行干别的了。当初啊，老厂长去世以后，厂里就慢慢发不出工资了，好多人啊都觉得没有希望，人心啊都散了。现在咱们厂的这个状况没多大改善呢，让人家回来，
我估计够呛。当初舒平就是因为这个寒了心的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三年之内我们必须要过了这个难关，舒平才有可能回来。哪怕我们只是产出一个小小的零件，华瑶也算活了一口气。厂长，你如果真要这么决定呢，那我就去试试，看看在别的厂上班的工人还有各部门的技术主管能不能回来帮帮忙。就三天时间，怎么你一个个去求啊？哎，就算一个个都同意回来了，三天也过去了，那怎么办？行了行了，不想了啊，多吃饭吃饭。吃啊，愣着干嘛呢？吃啊。那就吃，吃饱了再说。这老话啊说得好，人是铁饭是钢，老吃凉的厕所忙。你还让人吃饭了？你激什么动啊？我就是形容一下，表达这个意思。你看咱们哥几个在这儿干活图的啥？一吃饱，二干好，三挣点钱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是吧？对呀。你看你把厂长给气的，哎，这又不吃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连长，有辙了。看这意思，是真有辙了。办法是有，不过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同意我下面要说的事儿。一个决定我们未来的决定，而且一点错都不能出。注意安全啊，都注意安全。怎么样？关机了。不可能啊，早上打电话还通呢。是不是手机没电了？这戏台子我都搭好了，他要是不回来唱戏，那可就加名。那怎么办？找去吧。去哪儿找啊？他去市里办事了，电话又关机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啊？来了来了，哎。来了来了，这些啊都是咱们新厂长的意思，大家别客气啊。对对对，这礼盒啊就是给大家准备的，来者有份儿。咱新华药欢迎老员工回家。好好好好。